讲各位，今天是我期待已久的一个 trip 啦，就是我要去热浪岛，这一次也是跟我同样的 gang 一起去，然后呢会去一个3天2夜。所以现在呢已经是接近8点了啦，今天坐飞机是8点3刻的，所以现在我们准备要进去了哦。等一下呢到那一边呢大概就是1个小时后。对，上一次去海滩就是1年7个月前去的，这就是大家熟悉的飞机场，是不是很怀念嘞？非常怀念。这是我第一次去热浪岛，其实还蛮期待的啦。现在外面下着雨，希望去热浪岛是没有下雨的。今天带了一个小 luggage， 新买的 luggage， 因为我的 luggage 坏掉了。坐飞机真是很快，1个小时到了。老板拿了我的 luggage 刚才，答应我。我一上来，我的 luggage 跑去哪里啊？我猜应该是他拿的。我们坐了15分钟的接驳车的车程来到了码头，现在我们准备坐船去我们的度假村。哇，很晒一下哦。像我们上船前就是会拿到这一个baggage 的 check-in tag 咯，所以会把一个放在luggage 上面，然后一个就是我握在手上，准备登船 ，Let's go。看我们的那个船哦，很冷，它是那一种接驳船，上面有冷气那一种啊，然后很冷，我心头也是懵掉的。这是我们这3天2夜住的旅馆呐、啊，应该是讲度假村才对。这些木的雕刻，马来西亚的，它全部都是木做的。试一下，衣柜啊，它是编织的，好像蛮有味道的，那种很旧的那种木味，老家的味道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港门呐、啊，有冰箱。来看看他的厕所，他厕所呢，哇，很多蚂蚁耶。你看他的镜子边边都是全部都是用木做成的，对啊，我觉得蛮干净的，很像收纳入美。看一下外面的标本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哇，嗨 ，Hello。OK， 外面就是这样子啦。现在下午4点，我们要去佛前。你好像觉得去佛前，我好像把整个眼睛包完了，眼睛有点大，然后又戴口罩，好像都是要下海的时候才脱口罩啦。我看到很多都是这样，我应该就是穿着这样子，长袖衣、短裤。我本来想说穿泳裤的，可是。好像很多下海都不会穿三角裤，但是现在哦，我们有点担心的就是浮潜的时间会赶不上，因为现在有一点迟了。现在我们刚拿了 life jacket 啦 ，Let's go， 有点兴奋嘞，怎么办？
我们晚上吃饱后呢，现在就走去个，听说是酒吧来的，然后他要走过这些木桥，然后直通那个什么酒吧。OK， 我们走到后面尽头是没有东西的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继续走回去，走回刚才原来的地方。好暗，好暗，下面都是海，海浪很大。这样晚了，你看那个海浪 ，Oh my god！OK， 今天呢就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一天，然后我觉得现在有点累，但是哦，我觉得刚才逛沙滩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好的，好像已经很久没有逛沙滩了。现在我去我朋友的房间啦，因为他们现在在那边聚会，就是喝酒什么的，因为可能大家很久没有聚在一起了。Morning， 今天呢，我们七点就起来，然后现在要来吃早餐。吃早餐就是昨天吃午餐的地方，同一个地方来的。然后现在这个就是早上的海边，还有它的阳光。阳光光线刚刚好，好的 ，mini 可是 ，OK， 这是我的早餐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去泳池游泳，因为我们今天浮潜的时间已经改了。本来是早上的，但是我们改成下午。The parents， 今天又看美人鱼，很大条美人鱼。哇，好靓啊！哇，好靓嘅，影到我，帮我拍照片，来啊！这样啊，你这样懂吗？你这样。我们的美人鱼啊，美人鱼下水了。走啊！这个鱼变咗嘅。快的三天两夜就这样子过去了，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啦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去定江的一个涛，到了涛之后还有一段时间才坐飞机的。今天大家中唔中意啊？那个 trip？ 我们下次应该在马来西亚玩先的。下一个 trip 是去 Bangkok。你下一个 trip 去哪里？不知道嘞，随便啦。随便啦。啊，我很随便的。去越南。啊？以后啦。冰块啦，冰块啦！你下我跳我去边度？跟你一样啦。有毛离开这个漂亮的酒店了。
Thank you.